心急叮咚啊！停，稳如故，稳如弓。我汉义之言，秦始皇王驾秦为时，关机吞兵，待元帅助阵。秦王子看我英雄盖世，利剑奇功，就将咱英雄子许配于我，来望圣恩乔为当成驸马，也来明规着阮夫妻挂帅，带领十万的雄兵，虎元数将，前来镇守规着金刀洞关之地。此话休提。今乃三六九奉官之期，从今何在？准备大马来。条文武多做害，想起归着我老家呀，更悲哀。小王，哎，四处观看，江水一去，小王乃是三殿下老臣。在为着这场屠杀之中，各位壮士为着要保护小王，已经来牺牲性命，来破开一条生路，让小。